大家好啊，今日咧唔讲八婆新闻，咁啊讲下纪律部队同埋香港咧近期最高讨论度，同埋一讲到呢个 terms 咧，好多人就会有 negative 嘅印象嘅，就系警察啦。咁警察咧，哇！我呢期咧都成日喺各大嘅 apps 啊、website 啊见到系咁招人喎，唔知系咪我去考得咧？香港警察咧声名狼藉啊！有好多人就话一做警察就会俾人歧视啊，各样啊咁。但系究竟难唔难考咧？点解咧？好似好多人咧想 quit 呢份工咧，好似系高薪良准嘅。咁啊，我请咗吓隔篱嗰位上嚟，因为佢好多朋友啦，系嘛，好多朋友系。咁啊，你讲下你嘅睇法啦。点解咁多人唔想做先啦？咁啊，好仔唔当差呢啲由细听到大啦。咁其实时至今日，我觉得唔一定嘅。但系点解仍然都好似啊，冇乜人想做啊？咁我唔好讲话之前社会运动嗰啲影响啦。咁啊，其实嗰啲有冇出现咁啊？系影响固之然有嘅，对于比较后生做紧嗰啲或者想投考嗰啲，啱啱先？但好啦，我唔讲呢啲，唔讲讲紧社会运动之前。咁点解警队都咁多人唔中意做呢？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啦，喺公务员入边咧，尤其是纪律部队咧，嗰种我哋叫旧制，旧制即系咩？阶级观念好重，原因就系因为你入职入到去，当你做年资耐嘅时候，啲嘢始终有人做噶嘛，咁你年资耐咗啦，咁你自然做咗老屎忽啦，咁啊自然老屎忽拥护翻老屎忽，就将所有工作踢晒俾啲新入职嘅人。哦，美其名系话，要训练啊，要学啊，要成要做，但其实有边一个系咪真系个个都系咁嘅心态出发，定系吃装唔想理，乜都唔想理？啊，你啱啱巴声勾出嚟啊，你做晒佢啦，学嘢啊嘛，喂，我叫埋对手，你做错咪闹咯，呢啲咪叫旧制咯，一班年资旧嘅人拥护翻自己嘅利益，我哋叫旧制。咁旧制我哋依一会多咗个括弧，就系、是可能系长俸嗰班啦，咁长俸嗰班固之然系叫旧制啦，但系慢慢时逆转，佢哋不断退休嘅时候，其实新制即系冇长俸嗰班，即系讲紧 MPF 嗰班，其实都已经继承咗佢哋嘅文化，系好差噶警队入边。系咪玩人啊？你好似咧话之前你有个 friend，哇，屌你有咩想请假啫，都俾人玩喎。正常你讲紧，我谂五六差楼下，你想攞假一定俾人话啦。咁玩有咧，病咁都唔啊，得噶？喂，你指政假。府工唔系好多假期嘅咩？佢唔系啦，佢安排你都叫放叫做偏假啊嘛，如果唔系要咩兵头啫，佢就系咁讲啊。其实呢个系好傻仔一个观念嚟嘅，咁但系自己嘅福利，我梗系有嘢先攞噶啦。但系佢可以话唔个人开工啊，所以就唔偏你啊。冇一日系个人开工噶啦，你唔好话警队啊，就算声誉非常之好、拥有光环嘅消防员，都系唔个人开工噶啦，咁都唔使放咩？嗱，咁啊，我问下你啦，咁啊，同埋啱啱你讲紧玩呢样嘢，可以讲多少少，即系点解警察即系做紧警察嘅人咁惊人玩，咁唔中意救济，系因为当你做一份工系好多好多好多嘢做紧，可能每日开工已经要接8个 call 基本，你要写晒所有嘢，佢仲可以系如果去玩，你假设啊 A 你攞噶，成日都攞，我唔俾你都照攞啊！橙色呢符啊，好就玩你，唔听话就佢哋大家都知啦。警察有分行 bit 噶嘛，虽然依家可能行 bit 啊甚少，但仍然都有分 bit 份，即系你个环头区入边嘅分布都可能分开 A、B、C 松啦。假设咁可能你就守 A 松嘅阿 A，我觉得你唔听话，我系兵头，C 松有嘢拉，我专登揾架军车，即系警车，我俗称军车，车你去 A 松接你，车你个 C 松拉嘢。哇，大佬唔关你事嘅，系啊，就系咁玩你，即系佢玩你嘅意思，即系不停俾啲你最唔中意做嘅嘢你做，即系例如拉嘢。咪讲紧假设啊，拉一个阿婆偷嚿叉烧20蚊，可能你要写4个钟头文件，可能你冇师傅跟，冇人帮你。哇，大佬4个钟头文件不停写，仲要睇下你系开工定系收工，临收工，哇，你不得了，又要 OT 啦，又要。嗱，咁唔係喎嚇，我都有時咧，有時及到咧，有啲警察好似蛇王噶喎，上咗唔知邊棟 building 嘅天台嚇，瞓覺冒煙。咁啊，我相信依家都好少噶嗱，仲啦。有咧，翻夜更咧，佢哋係可以瞓覺噶喎。瞓 覺
眯埋先瞓觉先，眯埋只眼养神的话，咁我觉得睇自己咯。有啲人企喺度瞓得着，有啲人俾埋张大床你，不过三宝床都可以瞓唔着。咁讲真，你唔系廿四小时每一分每秒都有 call 接噶嘛？咁其余时间有啲冇 call 接，咁咪休息一下，我觉得都合理嘅。话始终都要养精蓄锐噶嘛。嗱，你唔好讲佢个明星，唔好讲佢嗰个啲人点睇佢，但系呢份工真系帮到有需要嘅人。有阵时，假设可能有人想跳楼啊，或者有人person collapse 即系晕低咗喺屋企，其实最快到场嘅一定系警察，即系白车嗰啲。通常都是之後才到的，因為點解？因為警察要第一時間去找到那個地方，再要看看需不需要保護啊？你話暈低啫，係咪俾人搏暈啊？係咪搶嘢？即係好多嘢佢係要去兼顧的，所以警察是一個很忙的職業咯。我試過聽朋友講，有些十八九歲的男男女女會試下打電話報警。咁佢又住唔知唐七樓八樓，講緊幾年前啊，唔係社會運動嗰陣時，幾年前名氣都仲好啲嘅時候，喂，試過 call， 喂有嘢要幫手喎，咁啊行咗唐七唐八，又上去新水新行，原來嗰個年青人屋企冇電，跳咗大掣，咁啊警察問佢啦，喂你做咩到報警啊？啊，我打電話俾電工電信商去，我報警喎，哇，嗱，即係阿豬阿狗少少都報警，但係呢個職業。即系唔会理你系会唔会一啲咁戆居嘅嘢，佢唔会谂嘅，因为佢一定要到噶嘛。你只要需要佢帮忙，佢一定会尽快赶嚟。即系佢又有佢嘅职业性同必要性咯。所以忙啦，蛇王，喂，点样都叹下气啊！有阵时我啲 friend 话食食下饭，一话跳楼打交，跌饭啱嚟到食两啖就成碟唔要倒咗佢啊！即刻出去做嘢嘅。咁呢啲又唔讲系咪先？咁嗱。講到點解新聞報道話咁多人想走啦，竟然有五千幾個空位冇人做。咁我想問下啦，咁如果課有啲嚇真係啱啱畢業啊，揾唔到自己嘅目標啊，又想揾份高人工少少嘅工喎，喂，講緊好似係30,000起跳喎，咁有啲咩需要注意咧？係咪好難考咧？喂，應該唔難啦，而家佢有五千幾個空位喎。嗱，不嬲警察咧，以我認知啊，呢咁多年嚟，十幾廿年嚟。警察投考咧就並不是太難嘅啫，如果以咁多個紀律部隊面試嗰 part 嚟講，但問題就係警察部咧，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睇下嘅。以往以前啊，講緊當年啊，近呢幾年我都冇嚟過。咁啊，當年啦，可能五年前、六年前都，佢個平均入職率，假設入學堂做個學警，300人係會有一成人係會俾人喺學堂踢走。其實喺學堂咧。可能是咁多個紀律部隊入邊最辛苦，因為他哋要兼顧很多嘢，例如要睇人啦，又要燒槍啦，又要戰術訓練啦，仲要啲社會心理學啊，林林種種嘅測驗考試、紀律啊、步操啊，好多嘢你都要適應要學習。即係其實真係你一科唔合格，佢叫 best cop， 即係簡單啲解釋啦。警察部入到學堂，半年六個月嘅受訓。佢有分細線、中線、大線嘅，即係每兩個月升一級。咁每一次即係叫大考啦。細線升上中線，如果肥佬就會我哋叫 best cop， 就會諗翻落去。咁啊，即係上唔到中線，但係你全班可能得你一個唔合格嘅，咁你成班同學就會上咗去高年班噶咯喎。咁你又要跟翻一班啱啱入學堂嘅師弟一齊訓，一齊受訓練，識多啲 friend， 好麻煩。唔係噶，佢入到去人嘅社會嚟嘅，你冇 friend 到。阿豬阿狗都唔理你啦。喂，你話叫好啊，好在中線跌落細線，即係跌翻落啱啱入嚟嗰班，即係叫做大家都未混熟。係啦，你試下大線跌落中線，由細線兩個月披荊斬棘上到嚟，個個都自己埋堆噶啦。哇！你突然將整個師兄落嚟，我點知係人定係鬼？因為入邊學堂咧又有分好多乜乜乜乜乜獎嘅，假設廁所獎啊、洗衫獎啊，甚至乎有啲叫紀律獎嘅。我點知道你係咪同阿 Sir 督背脊嗰個？因為入邊啲 CIA 即係班長副主任就好中意去揾一啲佢哋覺得唔掂或者需要再接受磨練嘅人，就專登搞佢，咁就揾人收風啦。即係呢啲人治嘅嘢，即係監獄咁啫嘛。明唔明咩意思？我要管到你井井有條有秩序，唔通仲有咧？有時咧，啲班主任好撚仆街喎，講到明話星期六晏晝啊放學，星期日夜晚翻翻入去，佢又成 Q 日咧唔俾人走嘅喎，專撚登玩你嘅喎。
即叫基啊嘛。其實基呢 part 咧真係好戇居。嗱，攞警察部同懲教比啦，好唔好？懲教部唔係 sorry， 懲教係好少會星期六基嘅，一定準時，因為佢始終都要需要俾你出去，可能減下壓啊，或者買翻啲日用品啊需要嘅嘢，或者翻屋企。見下啲屋企人，見下條女出下火咁啦，咁當然啦，日日係咁操入邊。但問題就係警察部係好中意留住人哋，唔俾人走。點解？玩鳩你。因為係班與班之間，班主任嗰種權力鬥爭。好啦，假設我係阿 A 班，你係 B 班，我啊你啊你，即係我啊成日俾佢走，我成日俾 A 班放學，但係你咧就成日唔俾佢走啊，留佢喺度加操啊、暴操啊。咁上面校長睇落嚟就話：哇！哎呀 ，B 班好勁喎，濕醒喎，阿 A 班咁鬆嘅，每人都係自己飯碗。佢有好多嘢咧都要做戲俾上面。其實紀律部隊俗語一句説話兩個字：擺門真係要識。公務員自有公務員嘅一種生存智慧，你唔識呢種生存智慧，你就係傻仔，永遠俾人玩或者永遠都揾唔到方向，大海漂浮。擺門是一樣是個個紀律部隊都通用的東西，即是擦鞋狗是吧？不說擦鞋的，總之你展示到給別人看你是最漂亮的一面，或者別人想看你的一面，做戲吧，不一定擦鞋的，做戲吧，那別人看到哦沒事啦，那你就走吧，即可能走過早上早你作為一個校長走過見到一班三十多人的學警 或者學員，不要說警察懲教那些，或者消防救護都是行過，你是校長，你會期望啲乜嘢？期望行過去的時候，個個精精神神同你講 Good morning sir， 哇，係咪好威啊？係咪好有飛啊？如果行過阿豬阿狗都唔識你，唔睬你嘅，阿美都唔巢下你，或者巢你，屌，你會唔開心啊？人就係咁嘅啫嘛，呢個叫擺門咯、啊。即係你行過見到又阿 Sir 大大聲聲嗌精精神神，人哋自然覺得嗯醒目叻仔。所以一樣嘢咧就是、埋堆，嗱又講翻我之前嗰個啦，我諗佢而家都已經升咗上三畫，佢係出名咩咧？當時我同佢一齊嗰陣咧，佢係對上擦鞋，真係擦得好冧立立零，佢係有林本事咧對住人哋點頭哈腰，即係我從來啊是一個男朋友，我從來冇見過佢喺呢一面。佢系哇咩歌前咩歌后，即系佢系弯住条腰嚟同人讲嘢喎，哇！即系佢昂藏七尺，佢真系好卵嘢。同輩嗰啲咧，佢又玩得過，一齊去係飲酒啦，賭馬賭波啦。當時佢係做緊反黑噶，咁真係好嘢喎。嗱，而家咧，佢對住下邊嗰啲咧，佢有佢嘅班底啦。咁對上嗰啲咧，佢又仍然向上擦，努力擦。但係平輩嗰啲咧，佢就唔撚射佢哋啦。即係可能嚇、啊，應該大家一齊做嘅，佢就叫自己啲僆唔好撚做，然後射俾隔離嗰個做。呢啲係咪真係可以喺警隊最叻？生存技能生存到最後嘅咧，你有冇呢啲 friend 啊？如果你話前男友係昂藏七尺，咁我講少咗。好撚靚仔，我起碼昂藏九尺，我應該要。好撚靚仔人哋，唔夠做。咁好啦，嗱，你講得出呢啲反黑點樣就反黑？你答我，你明唔明啊？一個新落地，一個巡警，小巡警軍裝，點樣就反黑咧？靠嘅乜嘢？佢有 friend 到。咪咯，所以如果有心投考警察嘅人。即是要清楚一個觀念就是識人好過識字，警隊吃飯是給面，是啊，屌你要跌自己的私人時間出去跟老闆吃飯，這件事不止那麼簡單、啊、私人公司真的採你有命、啊、不止那麼簡單、啊、喂我要搞個、宵夜收工去吃，你去是必然的了，新仔去之前呢可能你就要負責咩啊？扎數啊，邊個去邊個唔去啊？你要做埋 MC， 載歌載舞跳舞啊，做小丑仲要陪飲酒，呢啲先叫醒目啊，先有機會埋到堆啊！反黑咪咁樣上嘅咯。你唔好同我講話一個小巡警嗰手文嗰手字可以夠料上反黑啊！全部都係識人馬房制嘅。我啊喺反黑一隊入邊，我做過警署警長，即係俗稱嘅雞仔餅。我找班底回來我都找過我自己看得順眼擦得我開心的人、啊、我去哪裡陪我的人、啊、如果不是喂你又放工回家又說臭仔、啊哦、你去做芝麻不喝酒、啊、我們做什麼我不是找你回來做事、啊、我一個團隊一個班底一個便裝我去做事我是整班人齊上齊落你不懂寫有人會幫你寫有人會教你寫有人會幫你籌謀問題就是我拉不拉你我拉你就什麼都得我不拉你什麼都不得警察就是這樣的咯所以你話啊，陪叫雞，
我分享一個故事，即係你有係咪有 friend？ 好多年前有個 friend， 之後佢冇做警察㗎啦，去咗其他俱樂部都做幫板。有時出嚟食嘢啊，講開佢演新鮮事，佢都搖曬頭。佢起碼十年前㗎啦，嗰陣時咧仲有呢啲歌仔唱啦，依家我唔知啊。咁咧佢就話成日都要陪啲阿咩，即係時沙，即係警署警長啦，即係佢有幾個術語嘅。咁通常做開嘅就叫阿咩嘅。咁我哋唔冇做開，咪叫雞仔餅咯，啱啱？嗰個雞仔餅，佢飲完食完，哇，肚滿腸肥，有冇醉醺醺？諗住可以將佢送走呢個瘟神啦，話曬叫自己老細諗住帶走佢，仲係上的士。佢諗住我個 friend 同佢講話：我唔理，今晚我要出嘢，出乜嘢啊？即係搞嘢啦，叫雞啊！真係咁好啦，咁冇計啦。佢又帶住個阿咩，即係雞仔餅啦，去翻本環環頭嗰啲桑拿啦。即係好似之前國安處嗰、那個嚇阿、一哥喺灣仔揼斜骨咁樣啊，類似啦，咁啊落翻去本環，佢就講話啊，我反黑阿咩要條女俾啲服務好啲嘅，飲醉咗酒醉撚曬嘅，咁好啦，咁啊遇事者，咁啊嗰個體場即係馬夫啦，俗稱就係、咁安排啲女入去啊，招呼佢，但係咧嗰個雞仔餅咧就飲咗酒就。喺度舞刀弄劍，喺度大大力，又話人哋服務唔好，又拳打腳踢咁，即係恃自己個身份就飲醉咗酒。舊一輩係咁樣嘅，舊一輩當差咧，即係行長都好緊要嘅，馬一堆人啊，咁當然唔係全部啦。咁啊，遇事者經過幾個之後咧，咁、個馬夫就同我 friend 講：，喂，阿、咩哥，唔好再嚟啦，再唔得嘅，我報警噶啦。你咁樣對我啲女女，搞唔撚掂啊！哇！我個 friend 嗰時幾撚慘啊！一方面又要招呼房入邊醉醺醺嗰個雞仔餅，一方面又要耍掂出邊個馬夫，見到啲女仔出嚟又俾佢嚇親。哇！最後佢都搖曬頭，唔係點啫？我 friend 爭啲講話，爭啲佢自己即係叫我熄燈粒啊，打牌入去幫佢出嘢算數啦，爭啲驚到。喂！如果嗰刻即刻俾人報警嚟到嘅，大家落鑊噶咋？喂！佢入啲女入到房，拳打腳踢嗰啲嘢，你咪諗住揞到啊嘛？做警察就是咁樣噶啦，其實永遠你唔好話做 case， 就係度人之物，死就死喺啲人事上面，咩叫救濟就係咁樣啫嘛。好多人就唔中意咯。嗱，呢啲新一代好似我呢咁年青嘅，咁啊當然梗係中意做運動啊、打下機啊，點會再同你賭錢啊？點會再同你飲酒劈酒、放工翻屋企瞓咯？就咪放工翻屋企打機啦、睇電話啦，啱唔啱？所以你要做得警察就必須要承受。或者接受佢嗰套，系啊，冇错，我哋俗称叫救济，系好救济。嗱，冇讲咁多，惩教都有救济，消防都有救济，消防嘅救济又系不得了。不过呢啲有机会再讲。消防嘅救济，喂，即系好似嗰啲咩茉莉、菊花茶、苹果嗰啲，系咪先？都系咁样嘅啫嘛。嗱，咁啊，最尾啊，讲下啦，分享咗点解咁 Q 多人唔想做，又或者吓入班嘅时候有啲咩注意啦。咁嗱，有好多人啦，最尾啊讲少少，真系好少好少。咁啊，讲下政治啦。咁有好多人咧话，哇，过去呢两年啊，政治运动啊，有好多人觉得唔公平啦。呢、這个政府閪就梗噶啦，閪多个 like 吓，即系你即系 even 我唔知咩色啊，红黄蓝绿青蓝紫都觉得阿林郑做得唔好啦。阿爺啲嚇啲 policy 又唔好啦，咁警察就變咗呢一個打手啦。咁有好多人就見到啊，鏡頭前即係唔攞話邊個鏡頭啦，唔好拗嚇，又打記者啊，打老人家啊，咩射盲隻眼。咁我想問你一句啦，係咪所有警察都係阿 Sir 叫你做乜就做乜，即係唔可以？又或者我個水炮車射歪少少個？煙霧彈射過少少咁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自己咁樣鬼鬼祟祟嚇做啲大眾覺得係啱嘅嘢咧？哦，喂，嗱，樹大有枯枝，竹大有黑葉。咁啊，呢樣嘢其實你就去到邊都係啱嘅，唔同年代都係一定係有呢一部分嘅人，即係一定會存在住一啲自我膨脹、自我感覺太過良好嘅人做警察，佢就會將阿 Sir 講落嚟嘅嘢，又或者。自己再催化成為敵對是有的，有些真的出到去打兩棍打三棍仍然都不定打的，是有的，但是就不可，我覺得做人要公平一點，不可以以偏概全，一嘢扮曬成全人。我都認識啲警察是講是自己出嚟吃飯傾，嗰陣時仲係社運好動盪的時候出嚟傾，佢都話有陣時好多
指令啊，佢都係執執薄嘅啫。即係話你嗌我打，撳低咗打咩啫？佢哋唔會咯。又或者可能打嘅或者捉佢嘅，你唔反手都唔喐噶啦，咪撳住你咯。點解會啲阿 Sir 覺得我喂你打得咁撚少啊？即係好似嗰個七警咁樣啦、啊。喂，我睇住你，你最細粒嗰個你唔喐手，你點啫嚇？嗱咁啊唔嗱咁啊唔公平喎、啊！嗱，做人咧就要持平啲講，七警同呢啲就完全唔公平喎、啊。佢哋打嗰班係乜嘢啊？識對方嘅嗰班蛇妞妞，嗰班啊反黑，人哋做啲乜嘢姿態啊？反黑啊，講緊咩叫反黑啊？反黑係一班專，即係我以前好靚嗰條仔，專對付古惑仔，即係我哋以前再舊一輩嘅，即係破壞人哋家庭啊，散播毒品啊，開大檔家破人亡嗰啲人啊。咁反黑就專門對待呢啲人，佢哋嘅處理手法當然係同一般嘅警察係唔同啦、啊。你唔會話一個小巡警一出嚟就拉你上樓鬧你打三錘噶嘛？鬧誒我僆仔嘅時候有噶，但係依家唔會噶嘛。咁你又唔好咁唔公平。一個反黑對付一啲已經做咗一啲好過分行動嘅人，咁拳手拳一腳踢，唔好玩啦，去到邊都有噶啦。你以為因為程教冇打反咩？程教一樣有打反。如果唔係黃之鋒入賊。都不用議員殺入去救他啦，啱唔啱先？反轉嚟講，你唔好話警察點樣點樣，就算啲社會運動嗰啲小朋友，都係有啲係平靜，有啲係刺激㗎。有啲 friend 咧，好似係守住佢哋嘅喎，即係見到佢哋其實唔係個個都係男嗰邊講到咁閪喎，哇！即係咩剝爆個地鐵個 lift 啊咁。又燒人哋個鋪啊！即係有好多社會運動，所謂嘅和理非，即係我當時都係啊，我當時都係嗰兩百萬人嘅其中一個啊。咁、哦、你嗰啲 friend 見到呢啲小朋友，會唔會覺得，唉，真係冇咗前途咧？即係無論佢個信念係乜嘢，好慘啊！啲僆仔咁樣無啦啦有個嘅 black record 啦，起碼你移民啦，有好多啦，政府工啦，大公司啦，我講大公司係講緊。MTR 啦，八達通司啦，例如仲有好多嘅，即係你 up 得出上市嗰啲，你已經冇機會噶啦，因為人哋個 application form 第一個面試嘅時候就會你填嗰張 form， 最尾嗰度一定係有你有冇嗰個案底，咁你啊撲街啦。咁啊，可以簡單再講下啦。你話嗰陣時拉咗佢哋咁。你的問題即係佢哋將來的發展如何？有很多乖仔喎、啊，其實。其實係啊，因為大家要了解到鏡頭前咧，佢哋係俾人俾警察啦，撳住喺地下，有啲甚至乎拳打腳踢，呢啲係冇得掩飾，電視真係做過，上網大把片。咁我繼續咁樣跟落去，咁啊拳打腳踢咗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哋係會即刻就壓界咗喺一個叫 THA 嘅地方。即係一個，譬如話一個區域入邊比較大間嘅差館，多啲地方嘅，就會整個臨時押解中心，即係 THA 啦咁，就會由一啲警察負責看管佢哋啦。咁過程中係乜嘢呢？就過程中佢哋需要處理翻佢哋相關嗰個文件啦，即係俾人拉咗嗰啲拘捕文件啦。其次咧就係會見律師。同埋，喂，律師係咪嗰啲嚇？佢哋自己嗰邊嘅人義務律師定係真係法援啊？唔好話咩義務啦，你唔好俾人呃啦，義務嚟揾你嘅啫。啲律師啊喺門口啊，個個律師揸住嗰張名嗰張 list 係一模一樣嘅，個個就嚟搶客噶。見你呢刻唔使錢啊！我係義務見你，我同你解釋翻你之後會點樣點樣點樣，你再需要嘅話就要俾錢。搶客的我的朋友直頭是負責做見律師呢 part， 喺律師成日都搶客嘅，即係爭住見同一個啊，邊個見先，佢都嚟幫手邊個先噶啦，啱唔啱先？呢啲嘢全部都係有錢揾嘅。但我想講嘅嘢係真係大家諗得咁美好話啊！我就算衰咗入去咧，有好龐大嘅律師團隊，即係好似幫 Apple 蘋果日報咁樣幫我，係冇可能噶嘛？冇可能啦，全部都是錢嚟嘅啫嘛，基本上所有嘢都是錢作怪。你話就算是出到去下義務嗰啲，你係咪黃之鋒？你係咪長毛？點解我要義務幫你唔收你錢？因為你打我工噶嘛，明唔明咩意思？成件事就是一個架構嚟噶嘛。嗱嗱呢啲講多啲，嗱我聽翻嚟嘅啫。但係事實上就係咁。好啊，再講遠少少，嗰一期。
我啲朋友試過經常性去查身份證，搜啲小朋友身，的而且確真係好多都起碼有幾千至萬幾蚊嘅麥當勞券啊、惠康券啊、現金券啊嗰啲，喺邊度嚟啊？我啲朋友問我，咁我真係反問翻自己，係喎，原來有現金券嘅麥當勞，我都好中意食麥當勞嘅喎，日日都食兩餐嘅喎。好啦，咁我反問自己，我點樣可以食平啲？去邊度可以買到現金券去幫襯麥當勞？我唔知啊，我都唔知邊度可以買到。但係啲小朋友有萬幾蚊麥當勞現金券啊！呢啲係一樣好戇居嘅一個行騙手法嚟嘅。即係嗱，講開又講，我揾你出去幫我做一啲可能犯法嘅嘢。即係嗱，啲小朋友要聽一下，即係自己分析過嚟嚇。我呢個 channel 應該冇小朋友聽。唔係，即係唔好俾人蒙蔽咗自己雙眼。如果我係一個擁有好多麥當勞、惠康現金券嘅人，我揾你幫我做一啲犯法嘅嘢，五千做唔做？唔做唔緊要，一萬做唔做唔緊要，萬五、二萬、三萬你肯做啦啩？現金券好啦，俾你揸嚟就。唔該，你睇下個到期日係幾時先啦？可能得兩個月、三個月嘅就啲現金券，你唔好盲目俾啲數目字吸引到你。哇，有三皮現金券啊！我可以食三皮麥當勞啊！就算未到期咧 ，cancel 死啦！嗱，當然啦。是俾啲燈頭嘅，啲燈頭再出去招攬嘅，咁啊之後自己嘅啲咩嘢乜乜乜小隊啊，乜乜小隊成立就係呢啲啫嘛，都係班底又係馬房。嗱，你話警察有馬房制，其實呢啲都係馬房制，都係只為翻自己。咁我又講下公平啦，咁次次咧嗰啲咩藍絲嗰啲聚會啊，出到去見到嗰班嗱嗱出曬跳舞唱歌，全部都係啲奇奇咧咧、攪攪咁樣，咁嗰啲有冇收錢？我覺得都有嘅。咁大多數咧就好似我哋呢啲啦，即係匿埋喺個冷氣機底，然後就淨係喺度指手畫腳講網上嚇、口沫橫飛，多數都係呢啲人。所以我就真係奉勸其他嗰啲小朋友啦，即係當然而家事已經過咗啦，你有啲咩都好過㗎，好多都仲係上緊庭。我有時夜晚成日睇咗新聞，係。香港人好易丟低好多嘢，係速食文化。但係有陣時候，每日聽新聞都話聽翻啲，我都有時都好心噏，即係我喺金鐘附近翻工啦，我就聽到啊，點解咁 Q 多警車咧？今日啊，原來又係邊個邊個邊個嗱，好老實，某一日食 lunch 嘅時間，我就見到一個黑衫黑褲，帶住個個唔知咩電話定乜鬼啦，就影住嗰個警車壓界嗰個位置，咁我望下啊，即係又係嗰啲，即係好話唔好聽，香港人以前就話你入去嗰陣記得嗌你自己嘅名字，而家有邊個記得你嘅名啊？所以我真係等呢啲咁嘅所謂嘅小朋友追尋自由嘅小朋友覺得好唔抵咯，有邊個香港人記得你啊？你阿貓只會你阿媽記得你咯。我最記得嗰陣時候有一次社會運動最激烈嘅時候，即係經常會有呢啲 THA。做嘅時候啦，一晚到朋友同我食飯，佢話佢就企咗喺北角警署啊，即係北角 THA 嗰度，但係就負責放啲家長入去。喂，又好死啦，係咪？喂，有好多家長啊，直頭啊，臨入警署之前見到個警察已經跪低喺地下喊曬，同阿 Sir 講對唔住。我個 friend 就同佢講：唔使，你去千祈唔好鬧個小朋友，唔好鬧，佢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最緊要顧住佢。顧住小朋友啊，唔好等佢諗歪咗，等翻到去又再激烈，又再演變跳樓。你唔知噶嘛？呢一刻佢已經知道自己可能做過分咗嘅嘢，唔好話錯，過分咗嘅嘢嘅時候，佢已經喺入邊可能將會面臨好多司法程序，佢已經好大壓力。你作為佢屋企人，應該要支持佢、鼓勵佢，支持佢嘅就係繼續行埋呢條路。既然自己選擇咗做啦，就唔好計後果，錢嘅盡量幫，就係咁樣。即係嗱，呢啲咪好嗱，呢啲咪又係有啲好警察啦。你話如果呢啲家長跪低去對唔住一啲攞棍打人嘅警察，你覺得會你點會見到速龍小隊啊？嗰啲我又見過 CTR 嘅，你估個個攞棍大隻㗎？如果個個攞棍都速龍嘅咩？好多前線都係普通平時巡警仔嚟嘅啫，咁啱行到嗰邊殺到過嚟，你都要攞㗎，都要打㗎。即係呢啲咁嘅講法啫嘛。即係所以咩人都有。好衰嘅，我見過，直頭好似有啲邪教啊、血刀門咁樣攞住啲警棍要出到，我要打第一個，我要打爆佢個頭。亦都有一啲攞住咗警棍，傻嘅咩？梗係唔會打人啦、啊。要嘅咪做下戲咯，始終有人望住你，佢要走咪俾佢走咯。始終有呢啲人，即係喂，其實咧考得差佬咧都係冇乜。
嗱，唔好話話冇乜專業技能。我食過咁多差佬，好撚多係屋村仔嚟噶，即係點啊？讀書成績差咯，冇良好嘅家庭背景咯。咁佢想向上流，喂，我又唔想做地盤嚇，有萬萬聲一個月，我又冇咁好嘅口才嘅 skill 去sell 保險，揾呃到啲阿闊太。咁我考警察係咁多紀律部隊或者公務人員啦，佢哋嘅 level 考到嘅最高人工嗰、那個，邊諗過有咁多政治抱負啊？喂，好啦，就咁講括弧，你講呢一班讀唔到書嘅，想揾高薪良準嘅。好啦，呢啲前設條件成立啦，我唔講依家有好多大學生英國回流翻嚟，都仲係考散仔啦，唔講呢啲，啲高學歷嘅，就係講翻低學歷嘅，即係俗語講緊偽進仔。咁點解仍然都有咁多人唔做啊？仍然都有咁多人選擇放棄？做咯，要翻嘢，係咯，翻嘢死得快。其一咧，嗱，咁啊唔公平，所有腳步隊都要翻嘢，啱唔啱先？如果以翻嘢嚟計，懲教署同埋救護同埋救護員翻嘢係最辛苦。他們真的不會停，大家可能救護大家都知道，懲教那些又是很瘋狂，直頭令到有強迫症，每15分鐘要巡下個倉，要督鐘，看看有沒有人死，半夜三更那些阿 Sir 說來巡倉，又說殺刀說成，即這些東西警隊，我覺得警隊的夜間是相對地輕巧的，為何仍然都這麼多人不做呢？因為個文化問題。那好了，殺到落今時今日了，有很多可能入到去紀錄差那些後生仔，他們有很多朋友啊，同埋緊啲講句，第一唔敢同人講做乜，第二識唔到朋友，第三你都唔敢同人講你做乜。咁所以我咪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咯，啲朋友問好多朋友問我意見嘅，做唔做紀律部隊？我自己都做過幾個紀律部隊，同埋幾個政府部門，即係我都喺公務員界入邊都走來去走去，走來走去，即係我見過好多。你要自己識計數，公務員就反問翻自己呢啲條件，大家都知道你接唔接受到先？如果接受唔到，就最好唔好咯。或者身邊有朋友做緊，盡量問下佢意見咯。咁相信我覺得應該好。嗱，最後一個問題啦，喂，係咪落水好啊？警察又唔使接近嗰啲咩政治啊、乜乜柒柒啊，又唔使成日俾人報警。咁但係嚇、落水之前就好似冇嘢做啦。咁而家哇，有個 madam 死咗喎，係咪好 Q 多嘢做啊？咁水警不嬲都係識人先落到噶啦。你落水啊，同你講啊。落水得兩個機會，一就是在學堂度做學警嗰陣時候，佢嚟招募，你識人入到；二落地，落地啊，真係做巡警五年差就可以再舉手考入去水警，咩都唔使做喎，都係睇下你識唔識人。誒咁啊唔公平啊！運算浪嘅啫喎。其實做水警咧有兩個要素，一係啊唔好怕運算浪，二要識考試識運算。水警必須要、哦、即文科啦，文官武官即文啦。水警必須要咧喺你。我使乜英文好叻啊？梗唔使啦，全部中文嘅。但必須要你入去嘅時候要考好多有關嘅船牌。咁好搞笑噶喎、哦！咁有啲人問：哦，咁如果唔合格，咁會點啊？誒、哎，咁即係唔講你唔知喎。遇到唔合格，即係考水警考嗰啲試唔合格嘅咧，仲有一次機會。但首先咧，你會俾人抌上去嘅平洲、長洲。上去陸地嗰度面壁思過半年先，即係叫我俾時間你温書啊！如果你再肥咧，就會抌翻出陸地嘅。即係通常啲人都死考難考啊，死温難温嘅嗰半年。但係都係頭幾年辛苦啫，仲要佢每一個牌都會加錢嘅。佢唔係話嗰啲牌唔使錢嘅，唔係話就舒服換嚟嘅代價，唔係嘅喎，係每個牌人工都會再若果再加翻啲俾你。專業嘅人啊嘛，呢啲叫，所以行水咧就唔會上翻陸地啦。水我哋通常叫船夫嘅，又有啲乜嘢做啊？你知唔知道當一條絲都係摸絲啊，都一個人漂浮咗喺海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分離岸50米內同外已經係劃分俾陸地定係水景。50米外才是水警，50米內就是陸地，即是那麼好做啊，你想想當然好做啦，水警，但是認不認識人啊？不認識人就沒有了。那講了這麼多警察的難處啊、辛酸處啊、不好做啊、沒有前途啊，那講一個好處啊，那如果我想考警察，有什麼是著數位呢？著數位啊，其實這個，你想到其實這個年代你肯考警察已經是著數啦，跟你講啊，想當年啊，十幾年前、廿年前啊，考警察大班人俾你揀，因為點解邪牌外差佬？想當年亦正亦邪都好，一定有一定嘅人數係特別冧、特別迷戀或者特別中意警察嘅人，所以嗰陣時多人考，人工高，福利又好，啲舊制嘅文化外邊嘅人未必知太多嘅時候，就係個名，啲人就會撲過去，哇！好似好有型喎、啊。
咁嗰陣時咧就有大把人有質素嘅俾佢揀，係啊，九一輩嗰啲真係醒啲，即係轉數快啲，又識做人又成，所以咪變咗好多舊制嘅出嚟咯。但係你新入職呢班啲僆仔，喂醒嘅依家好多，一係衰咗，一係都唔敢再入去。喂，30,000+，其實出邊又唔係話太難揾到啫。即係如果你係出啲力，我覺得啊，如果年青力壯。我而家識得幾個咧，即係我以前啲仔啦做咗十幾年差啦，全部變三畫喎！屌你係咪咁好揾啊？依家好快嘅，依家好快嘅咋，因為走得人多嘛，你肯做你肯搏變裝嘅，即係基本上翳人上嘅。依家變裝，以前咧就要埋位請食飯跌錢先有機會入到變裝，依家翳你捉你啊！最近啊出咗一個消息啊！就話要喺啲軍裝度，每人唔記得咗5年差啊，樓下定8年差樓下，我唔記得咗。每人都做一篇文啊，講點解唔想入 CID 啊？你冇交篇文，或者交咗去個得寫得唔好，就當你係舉手入申請入 CID。你咪依家變裝，哦做到咁嘅環境，你知唔知變裝基本每個月係60個鐘 OT， 係60個鐘 OT， 即係基本每個月，假設你。我當你咩事心啊？假設你已經成40,000+一個月嘅人工，點解都冇人肯上去做？就係咁惡做啫嘛。哇，係喎，講開抄牌啦，差佬係咪有條數要孭噶？喂，梗係啦，每日要抄，哇，好誇張喎！停喺街邊咧，冇阻人又醒咧，鬼鬼祟祟走過嚟抄，嘟一嘟一聲咪抄咗咯喎。係啊，唔使落保喎。新式嗰啲電子版咧個保咧就係、是。即係嗰本票本唔使落嘅，自己編出嚟嘅。但係的而且確啦，警察就同 sales 一樣嘅。我相信曾經做過或者做緊嘅人咧，都好清楚呢樣嘢嘅。警察嘅抄牌追嗰條 sales 數，我諗仲激烈過以前 California 同 physical 爭做尖嗰啲拉客嗰啲數。每人都每日都孭夜幕嘅數量。咁如果我唔夠咁啊，點咧咬我食啊，吹我帳啊？政府出糧俾我，我都係收嗰個錢噶啦。喂，我又唔博升啊，咁點啊？喂，其實呢啲就係舊制嘅文化直落咯。你覺得啱噶？邊個夠膽話你今日都一定要同我告10張票？點解啊？有人犯法，我先有得告噶嘛。冇人違法，我告咩啊？邊個夠膽同我講話我一定咬10張？你嗌過人你違法，你嗌過人你犯法，冇可能噶嘛。但係個制度就係咁，你今日冇唔夠數翻嚟。你跟我死一死掂去，行到對鞋穿你都揾掂去，揾唔到你唔好翻嚟，就咁啫嘛。今日你冇，聽日再揾，後日再揾，追住你搞，追住你嚟，俾大條數你，你會俾人係咁擠壓壓迫噶，係越做越縮噶個人，即係慘過做爆匯賣電器嗰啲 sales 啊。喂，人哋揾得數多啊，人工都多啲啦。你做一個巡警仔，可能一日要揾20張5,500。幾張570，即係我叫大細票啦。525即係冇司機而為例嘅告票，320。570即係有司機而為例嘅告票，大票好似500多，我唔記得咗啦都。咁樣真係好撲街喎！咁啊嗱，聽到咁多咧，咁啊大家諗下，如果啊而家話好多人失業啦，咁啊考唔考警察咧？考警察有啲咩注意咧？有啲咩難位大家接受唔到又卻步嘅咧？咁啊諗一諗，睇下盤數。如果咧入咗去都唔緊要嘅喎，入咗去咁你行翻出嚟，如果你再想做咧，好似一年內係可以再自動入翻去噶嘛，係嘛？唔係，通常咧要緊3年 confirm。咁3年之後咧 confirm 咗啦，咁就可以離職1年咯，又隨時翻咗。依家可以加到2年啦。同埋咧，公務員有啲嘢講多少少嘅，所有公務員架構入邊咧，即係如果你啱啱入職，政府供5% MPF， 你都供5% MPF， 3年之後咧，政府仍然供5%，你自己仍然供5%，但政府已經供15%，最終好似係可以去到22% 嘅政府供。不過當然而家係做10-20年之後嘅事啦。好啦，咁大家考虑下自己有冇咁嘅需要啦。今日讲得系咁先啦，拜拜。Baby, you should fall, that's what rivers do. Cause when you're in love, you don't mind a different view. Things are looking up.